昨天晚上那个，在0:47的时候录制了一个梦嘛，哎，梦见我太太拉着我的手，我以为是真的拉着我的手呢。这个时候，我看到嫦娥啊，那个嫦娥浮在那个，好像是浮在一个地上啊。然后呢，下面是，下面是，这个有点像在悬崖边上啊，有点是在悬崖边上，就那个嫦娥啊，浮在那个，浮在那个悬崖边上啊，这样浮在。嫦娥边上，然后呢，然后我在那个悬崖的下面啊，悬崖边上啊，他浮在那边拉我上来，哎，拉我，哎，拉我上来，那他就浮在那个悬崖边上，我面见了他在，他就拉我啊，拉我，哎，拉我，哎，再拉我，哎，然后我再看一下啊，那个。嫦娥啊，嫦娥在那边拉我，拉我，拉我，他说眼看着那个，月球要不保了啊，眼看着月球要不保了啊，眼看着月球要不保了，因为那个那帮子人就没有意识到，事物的真相，他们不知道月球是空心的，也不知道月球是。如果说他们来采样、采矿、采样的时候来啄了，很容易碎掉的，因为那个壁很薄啊，很薄啊，他要拉我，他在那个拉我上去看一下子，也就是说已经告诉我的月球已经有裂痕了啊，已经有裂痕了，他拉我，拉我也上去叫我到月球上去看一下这月球。有裂痕了啊，有裂痕了啊，已经有裂痕了啊，要拉我啊，拉我，拉我上去看一下，月球上已经有裂痕了，已经有裂痕了，那我只能从嫦娥说，我前两天我看到你晒掉了好多童子军，一起出来，把绳子套住，拉得住吧，那个，把那个改变方向以后，让它靠不上月球啊，他说拉是拉得住。但是拉了今天还有明天呢，拉了明天还有后天呢。他们如果一直想要像那个打那个月球主意的话，那防不胜防，万一没有被发现，他不是不趁机就跑上月球去采矿，把那个月球打碎了。哎，对，这一想也是啊，因为那天也是发射了以后才发现了这个事啊。那我说，那这次先把那个。先把那个这次的那个飞行器啊，不要让它那个上得了那个月球啊，不能让它上到月球。你绳子拉住了以后，它的飞的时候就，总是好像离月球很近了，但是就是扣不上去啊，对，扣不上去，对不上，对，扣不上去啊，或者你把那个飞行器的头啊。反转过来，让它对着那个地球或者对着其他轨道，让它，他说他们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想嘛，但是呢，就是怕他们正在忙，这个的时候，还有其他地方发射，那个飞行器过来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啊，比较麻烦了，后来我对那个嫦娥兄他们讲啊，你先把这次的先把它，先把他那个拉住啊！我记得去找那个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把他直接就把那个飞行把他抱走算了啊，变形器让变形金刚抱了把他扔掉算了啊，那行了，他也在那个在变形金刚到了做这个事情之前呢，他们先拉住他啊，拉住他不要让他扣上去，然后我请那个变形金刚去把干这个事啊，那个变形金刚呢？最大的变形金刚有多大呢？在地球的附近的变形金刚有多大呢？它脚站在那个地上啊，
它变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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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变到地球与月球之间四分之三的距离啊，还有不是还差四分之一吗？还差四分之一吗？它手伸出来就可以就够到月球了啊。所以它可以把那个站在地球上就可以把那个手一伸呢就可以把那个摸到那月亮上面。那这次不是要摸月亮啊，直接就把那个飞行器给它抱走啊。那行了啊，那这样就这样分工啊。就这样分工了啊，那就这样分工了啊，分工了啊，要分工了啊，就这样分工啊，就这样分工了啊，然后我连忙找了那飞行员，这飞行员说啊，有个飞行器啊，有个飞行器准备要到那个到月球上去，采矿了，采矿的话，那个嫦娥刚才说月球上已经有裂缝了啊，月球上裂缝了，如果被他们采矿再敲几下子的。哎呀，就漏气了，就瘪掉了啊！兵你看，这行啊，然后他自己啪一个开关一按嘛，嗖，一直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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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嫦娥塞了童子巾在那边，塞了童子巾在那边，正在拉着那个飞行器啊，拉着飞行器啊，本来兵你看手一伸呢。一拍呀 就用力一拍呀、就拍扁了啊，把那个飞行器这个拍扁了啊，拍扁了以后那个已经没信号了啊，已经没信号了，看看接下来没信号了以后，然后后面看那个人家新闻报道是怎么说啊，现在是21:07了啊，5月7号。发射是好像是5月3号吧，四天啊，五月三号的话就是，中国时间还早一天，差不多已经要到达的时间了啊，我来看一眼啊，我来看一眼啊，确认一下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星期五，我看星期五是几号？那天，我这边星期五的。星期五啊、我查一下，星期五三号啊，对呀、3、4、5、6、7号，差不多到了，差不多到了，好，知道了，知道了，现在是5月7号21:08啊，好，知道了，再见，再见。